的支票有想过说要退回去？对啊，怎么可以退啊？对啊，我拿到支票，我赶快锁进饭店保险箱，然后隔天退房，马不停蹄就直接冲到最近的富邦，还抖气成这样，还抖出音，直接进去，还再三的问说。Okay.这个支票怎么弄进去？我想如果没有我才会再发文。如果真的，明天是要星期五哎。哎呦，宪哥不要再真的开一个大碗，没有，我相信宪哥。是你只有包一万六给谁？宪哥4000万牛肉面店给露西派经营 ，T 的收百万支票红包明天入账。今年我想我们三个就。好吧，好哎、欸，好、欸，久违的，久违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已经刚刚上一段讲完了，你们有，你们刚刚没问，我们要走吧，你要跟我们走吧，你们刚弄一套西装了，好吧，你们刚刚没问，对，那还是我们走一个团体的。都可以了，陪你们啦！哎呦，哇，说到做到哎！环境三立电视入围金钟11项大奖，宪哥这一次终于点头。20号电视类金钟奖将获利和 Key 的昆达还有露露汗点轮番上阵，还在分享会上放话会敬业换装，就是不和女儿 Sandy 走红毯。要走3次吧？需要？没有，但那个 Sandy 不跟我走啊，他说他已经有邀了一个男神。不要偷偷猜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彩蛋讲，许光汉点，不能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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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或者是许光汉点。这个支票有想过说要退回去？对啊，怎么可以退啊？对啊，我拿到支票，我赶快锁进饭店保险箱，然后隔天退房，马不停蹄就直接冲到最近的富邦，还抖气成这样，还抖出音，直接进去，还再三的问说这个支票怎么弄进去？这张照片，因为慌张的眼色，还一度被警卫关机。他还这样，他还这样，他还这样，拿支票这样，这张没问题。然后我说3天内入账。漂亮！我想，如果没有我才会再发文。如果真的，明天是要星期五哎。呦，宪哥不要再真的开一个大碗，没有，我相信宪哥。发票是你只有包一万六给Sandy。因为我那时候跟Sandy就是就是吃一个饭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包这个礼数。OK 的啦，那包这个礼数应该。在此宣布，如果汉典跟露露两人结婚的话，致上200万红包。哦，你真的要逼我们两个互相伤害吗？如果产下一子，再得100万。哇塞，你不能重女重男轻女。如果产下一女，再送200万。为了钱可能可以有，咬着牙。比宪哥更重要的就是宪哥的钱。宪哥，这是你包过最大的小，全美的第二大。第一大。我家人呐、啊。对呀。他送露西派一栋牛肉面店嘞。果然是宪哥出手阔绰，为了保住记忆中的味道，不惜狠砸4000万保下原先即将出售的牛肉面店，交由爱子露西派经营。缘由就是因为露西派在派营业中里面，然后给我吃了一片吐司，对，然后那个吐司我一吃，哇，我这一生没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吐司。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是露西派做的，说可能吧，生命就是一点一滴的引导。突然间，有这个灵动，我说，害怕你要不要来处理老板？他真的去学，我有感动到了。